来啊，今天要来帮这一台换大灯的灯泡。它大灯的灯泡不是现在摩托车的 H4 哦，它是比较老旧的灯泡。那比较老旧的灯泡比较便宜，因为我买一颗才30块。那现在 H4 的灯泡，你在网络上买也要60几块吧？60几块亮度搞不好还不够亮，所以它是比较老旧的灯泡。然后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灯泡。然后今天换的是，JOG 100化油器三叶的大灯，很简单啦，自己 DIY 就好了。然后它的灯泡是长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它有两个点，两个接触的点哦，一个是近灯，一个是远灯哦。因为它近远灯是一起的，它就长这样子。这种灯泡我都称它为老旧型的灯泡。不过它唯一的优点就是还蛮便宜的，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亮度不是很高。对，那不过还是看得到路啦，还是看得到路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现在进行更换哦，然后我们更换的话。来找一下哈，一个螺丝，两个螺丝，一个两个，那不用看了吧，这边也是一样啊，螺丝一定是退正的，一个两个。然后我会拆这一颗就好了，这一颗我不拆，因为他们都属于塑胶板件。但是这种塑胶板件它比较脆弱，因为材质不同，虽然是塑胶板件，但材质不同，它的厚度还有它的材质不同。这个我怕我把它转起来之后再锁上去可能就不会紧了，可能就会再怎么锁它还螺丝还是松的，所以这个我就暂时不动，我就动这个就好了，那如果这个锁进去还是松的话，再把这个狗，我都称它为狗骨头啦，这狗骨头铁片，再把它移斜的，再把它钻过去就好，因为毕竟这个比这个耐操多了，然后拆老车真的要温柔一点，之前就是不够温柔，所以它的卡榫才会断掉，然后其实这边也是断掉了，那这边待会我会再帮它锁一个狗骨头，就这样子啦。好，我把螺丝拆下来之后，它就自然垂下来了，因为它很多卡榫都断掉了，上面卡榫几乎都断了啦，对，只是下面只有那四颗，刚刚那四颗螺丝跟这颗螺丝在撑着，那我们就把它顺顺的拉下来，还是要温柔一点哦，因为我很怕它的塑胶会。OK。要把它拿出来的时候，先把它提高，提高，把这个脖子来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脖子先拉出来，先拉出来之后，拉超过盾牌的时候再把它卸下来。如果你是直接拆开的时候就往下搬，是搬不下来的，好、哦，是搬不下来的。然后我们搬下来之后，这个。等一下，我立一下脚架哈，哦。好，我用这样子应该比较好拍吧。然后这个我也没有拆过，所以摸看看。来让你们看一下哦，近拍，我希望你们看得到哦。它这边呢、啊，来，这样有没有看到？它有一个，应该是说呢，
你仔细看哦，待会我再近拍，你仔细看哦，它这边，它刚好有三个缺口，这边有一个缺口，线这边又有一个缺口，这边又有一个缺口，这边有一个缺口，三个缺口，然后它的灯座是按压下去的时候，按压按很大力，因为它可能太老旧了。所以不好按，按下去的时候往左边转，它就开了，它就是像这样子的缺口来，有没有看到三个缺口？三个缺口，然后它的灯座呢，刚好有三个点，哎，刚好有三个点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三个点，把它转过去它就紧了，转开它就松了，就那么简单，只是说要转开的时候。可能是那个太久没换，它整个卡住吧。我刚才拆快两分钟才把它转开来，对，才把它转开来，所以要按大力一点，然后大力一点转，就可以转开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装新的灯泡，它你看它旧的灯泡，你看都已经雾掉了，有一面雾掉，一面没雾掉。雾掉这一面一定是近光灯的地方。这边应该是远光灯的地方，所以远光灯比较少用，所以它就没有那么雾。这个比较雾应该是近光灯的地方，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，没有绝对，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哦，我不是专业的哦。然后我们现在把新的装上去，来比对一下哈。新的跟旧的哦，新的，好，就算把旧的翻到最亮的地方，一样还是有误差哈、哦。新的跟旧的，所以今天晚上我骑车的时候，我会特地骑到都没有光害的地方，看看它的亮度是如何，就完全没有路灯，很黑啦，黑到你一定要开灯才可以看得到路。然后我们就把这一颗换上去了。然后换上去的时候啊，灯泡尽量不要用手去抓灯泡，因为我们手会有手汗，那有手汗的话很容易，久而久之很容易让灯泡的寿命变短。那我有戴手套，所以就无所谓，因为不会沾到手汗。然后就把它放进去，你看它，来你仔细看哦，它也是有三个点凸点，哦，它只有一个凸点，它只有一个凸点，然后这个凸点的话就放在这个地方，它是有一个勾，是有一个凸点，凸点对这个凸点，凸点对凸点，来近看一下啊、哦、凸点对凸点就进去了，就进去，因为它可能是防呆装置啊，因为它怕你装反了之后可能不通电，或是说装反了之后你开近光灯变成远光灯吧，我猜是这样子啊，这是我个人的想法，没有一定。然后我们就把它装回去了，哦，装回去，我们终于他妈的浪费我了快十分钟，才把这种烂东西给锁上去，妈的嘞！没有揍他真的难消我心头之恨了。这种烂东西，干你娘的！谁发明这种灯座的、啊？按下去要拆很难，按进去要锁住也很难。你他妈的这种东西，换个灯泡，妈的十几分钟。这个接头坏掉，干恁爸送，恁爸最近心情真无好，干你啊，就是被这一台 Q， 这一台 ZO 去搞得鸡巴毛的，心情都不爽，干你啊！
他妈的逼嘞！好啦，装上去就好了啦，就这样子啊。